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姚月华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坐轮椅的爱人，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够站立行走，创造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的佛菩萨和在座的同修。我来自上海，今天在这里向大家讲述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的实力，让你们一起分享我的喜悦。早在60年代，我就开始烧香拜佛，80年代家里设了佛台。2010年有天深夜，我爱人头晕心发闷，送到医院抢救时已经昏迷了。急诊室和病房两次开出病危通知书，经检查是脑部出血，出血部位是要害部位的中枢神经。医生说这种病人是治不好的，你们准备后事吧。即使醒过来也是一个植物人，重则长期误伤不起，轻则是半分胎。我听到此言晴天霹雳，难道他就这样走了吗？我求观世音菩萨，当时我不会念经，只是拼命的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救我丈夫，让他醒过来，不能让他死。我整体怎样舍利不停的念，千千万万遍的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真的很灵验。一连三天奇迹发生了，我爱人突然就醒过来了，观世音菩萨把他从死神那里救下来了。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真的不虚，连医生也感想不到啊，医生也感到奇怪，认为要死的人竟然活了下来，真不可思议啊。在2013年，我爱人住院时，佛语给了我心灵法门的书和卢台长开法会的光碟。在医院里，我们父如饥似渴的看，我爱人看到台长给人家看图腾，人家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可以走路，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并说我也要去参加卢台长的法会，我也要请卢台长看图腾。于是我们开始修心灵法门，我开始许愿，从2014年春节开始吃全素，开始放生念经念小房子。我爱人从小脑萎缩脑出血，记忆不好，不能念经，只能念观世菩萨的圣号，我替他念经。2015年1月，我们父母参加了卢台长的马来西亚槟城法会，很幸运，卢台长给我爱人看了图腾，得到了加持。我们回来后找台长的说住，一次性放了800条鱼，还加紧念小房子。2015年4月，我们父母又参加了新加坡法会，蒙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当卢台长开好法会返回时，我们父母正好在门口候车，台长经过门口，推开义工们的手，走到2米开外我爱人的轮椅旁，与我爱人握手，另一只手按在我爱人头上给他加持。我爱人激动地直流眼泪，
台长还说，好好念经，好好念经，这么好的台长啊，那么平易近人，台长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通过修行心灵法门，不光是我爱人，我自身和朋友亲人的灵验世界也很多。通过念经，我得了50年的鼻炎好了，喉炎也好了，手上、脚上、额头上的白癜风，用神奇的大白水擦，现在有的消失了，有的正在缩小，变成灰色。我爱人下巴面长了一个像红枣那么大的脂肪瘤，通过天天擦大杯水，现在这个脂肪瘤变成6道那么大，快要没有了。本来想在医院开刀取掉，现在不用手术了。我妹妹脸上长了一颗红痣，有花生米那么大，她擦了3个月的大杯水，这颗痣沉寂的消失了，没留下疤痕。我家邻居家的小女孩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专家都没有看好，擦了3天大杯水，青春痘退下去了。即使擦大杯水，红印也退掉了。她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说大杯水真灵，专家死不好，大杯水确实好了。她家现在也开始学习心灵法门了，开始念经了。我爱人从信佛、拜佛到参加法会、念经、许愿、放生，从死神那里逃过一劫，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是卢台长慈悲给他看图腾，多次给他加持，指出了治病的方向，使他的病好转得很快。医生说要死的人现在没死，医生说治不好，现在好转了。通过台长的加持，就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奇迹发生了。我爱人之前一直住在轮椅上，要有人搀扶才能走路。医生说他会长期误伤，现在他能够自己走路了。要几个啊？纪念，观世音菩萨，纪念，同志们，知道中文了？5月1号再度来，现在才是就是观世音菩萨乘客的平安不来，爱路在上。放生，那我们再饿死你。好的呀，很贵的呀。也请去开始工作啊。我记得我们。卢台长多么慈悲啊，他不辞辛劳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我们大家，我们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
我现在放生时先给卢军宏台长放，祝愿他身体健康，常住人间。我每次放生600元钱，500元给台长放，100元给我爱人放。现在我们放生共计6000多条鱼，我们全家感恩卢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们只有学佛修心，才能离苦得乐。只有许愿放生，念经放生，才能消除业障，才能治好各种疾病，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学佛体会，我没有华丽的诗句，只有真实的故事，感恩大家。